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开始讲新的一篇，不但是新的一部书，这是《史记》啊，而且呢，咱们可以说是跨入了一个新的单元。咱们的课本呢，基本上是按照《经史子集》来排列的啊。咱们前一阶段的二十几课时讲的内容。啊，除了咱们上节课讲的《古汉语通论》之外，都是属于这个经部书啊，所以上节课我也说到，就是四书五经，咱们都讲到了啊。四书呢，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就是咱们前几节课内容啊。五经是再往前啊，咱们讲内容，《诗经》啊，《书》就《尚书》啊，《礼》，其实《礼》呢就是。大学中庸都是从礼记里边选出来的啊，易周易咱们讲了啊，讲了几课时啊啊，和春秋，春秋呢咱们讲的主要是左传啊，春秋左氏传啊，这样呢咱们在这，所以咱们前面讲的这个一共是11篇文章，都是属于在古代都属于经部书啊。咱们都知道呢，古代把图书分类的是主要是四分法啊，经史子集，当然呢还有其他的五分法，什么七分法啊，甚至二十几分法啊，当然那些呢都不是占主流的。中国古代这个封建社会，或者说2000年这个啊古代社会，它占主流的都是这个图书四分法，就是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啊。当然这个在早期还有一些变化，它原来不是经史子集啊，这些咱们跟咱们这个历史文选关系不是太大，咱们以后如果有机会讲历史文献学的话，咱们再详细讲那些内容。那么史部里边，在咱们的课本里边呢，第一部书呢就是史记。史记呢，这个是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在中学的时候肯定有所接触啊，它也是咱们中国史书中啊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啊。这个《史记》呢，咱们都知道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著作。《史记》呢，原名叫《太史公书》，在东汉以后呢，才管它叫《史记》。作者司马迁，他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145到公元前86 145 86都是公元前啊。司马迁字子长，他是西汉夏阳人，就是陕西韩城人啊，韩城南边，所以现在这个韩城呢经常召开关于司马迁的这个研讨会。他出身是史官世家，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他父亲呢就是太史令啊。汉武帝的时候，他曾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继承父业，但是呢，他晚年呢触怒汉武帝而受酷刑。就是宫刑，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之后呢，他发奋撰写史书，就是写成了这个《史记》。关于这段经历呢，他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边他说的非常清楚啊，他写《史记》的之前的之后的一些想法。这个现在流传到现在的《史记》全书呢，一共是12本纪啊，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啊，十表八书，30世家，70列传，一共是130篇。史记呢，上起武帝时代，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一共记载了将近3000年的史事，体大思精，规模宏伟。
古人呢就评他呢，就对这个书评论是，评论这司马迁呢，他是善叙事理啊，就是说他善于这个记述事情和这个事理啊，而且这个就是说善于阐述道理啊，辩而不华。这个辩呢，在这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很细致、很准确，而不华丽啊。就说史书啊，史书不应该是很，就说文辞很华丽，那就不像是很严肃的史书了啊。质而不离，质呢就是在这是真实啊，就是说他写的很真实而不俗啊。其文直，其事和，啊，和呢就是准确的意思啊，不虚美，不隐恶，就是他不为帝王将相啊来这个粉饰他们的。为他们粉饰啊，也不隐恶，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坏的地方也不加以隐瞒啊，所以是秉笔之书啊，史家谓之实录啊，就是说他写的史书呢非常忠实的记录了历史事实。史记呢保存了极为丰富而可靠的历史资料。这个史记就是说它非常可靠，这一点呢，就在两千年以来吧，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甚至有些呢，就是有它《史记》里边的有些呢，就它也受到后世的有些学者的批评啊，说认为它里边记的有些东西可能是不对，不可能。比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咱们马上就要讲这个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的最后几段里边他记到了秦始皇就是秦始皇陵的一些情况啊，估计呢他也是听到了一些这个传说啊，但是呢在史记里边呢，就是司马迁他是这么记说的，他说这个秦始皇他的那个陵墓里边，这个秦始皇陵呢，咱们现在到西安的话可以看到啊，大家可能在座的有些呢就是西安人，或者是曾经到过西安，这样你到过秦始皇陵的话，你一定会记得那个大的那个坟包啊，很大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高、非常大、非常圆的，就像一个大馒头似的啊。那这个坟呢，在老百姓的称之坟啊，在皇帝、在帝王来说，这个大圆包啊，这个坟包就应该叫宝鼎啊。你像十三陵啊，咱们北京郊区有十三陵，十三陵每一个陵后边都有一个宝鼎啊，就看着就像一个一个完整的大馒头似的啊。那么秦始皇陵呢，它的规模呢，它这个宝鼎呢比明十三陵还要大。这个秦始皇陵，司马迁在史记里边他怎么记述呢，他说这个秦始皇陵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秦始皇陵里边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他在下葬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陵啊构建成一个宇宙的模式啊，上边有日月星辰，底下有江河大海，而这个江河大海呢，它是用按司马迁的技术，它是用水银来做的。水银呢在这个墓里边呢，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水银呢对于人来说是很剧毒的，而且水银呢很容易蒸发，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如果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话，那么它在它的这个宝鼎里边肯定都弥漫着浓度非常高的这水银蒸汽，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如果你有盗墓的人啊，古代盗墓的他也没有防毒面具，这样他如果把这个墓打开了啊，钻进去了，钻到这墓里边，他想盗墓的话，那立刻他就会被这个水银蒸汽熏死。所以呢，这个墓里边放水银，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防盗墓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但是他这条记录呢，他这条记载呢，就是历来呢，就是受到一些，就是以前就有学者怀疑说，秦朝陵那么规模那么大，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水银啊，江河大海啊，那就不是一般的多了啊，就说在他的这个墓里边要做成江河大海的话，那就非常大量的水银，那会儿的按照那会儿的那个
生产力的水平来说，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水银。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啊，能不能有啊？一直到现在，那么前几年呢，就是咱们现在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啊，他们用这个一种很就是也可以说是现代的方法吧，就是咱们做一个比喻呢，就好像拿一个针管似的，打到就是实际上一个很细很长的一根管子，插到这个刚才咱们说那宝鼎的里边啊，因为宝鼎面很厚，插到里边之后，从里边抽出了这宝鼎里边的空气，抽出来之后，抽了一管空气之后，然后拿出来一化验，发现里边的水银浓度非常高啊，这个就一下就证明了司马迁那个技术是真实的啊，就说明这个秦始皇陵里边应该有大量的水银存在，这样才会有这么高浓度的水银蒸气啊。从这个呢，又有学者推测的，就从这个，因为它水银蒸气的浓度这么高，所以这个宝鼎呢，应该是还没有被盗过啊，这样呢，它才能够就是说里边它保存了这个这么高浓度的这个水银蒸气啊。当然，它到底被盗过没有啊？是不是没有被？是不是？那它也许被盗之后，它又堵上了啊，里边水银继续蒸发，又这么浓了啊，这也很难说啊。所以这个秦始皇陵到底盗过没盗过，那只有在若干年后把它打开了，那大家才知道它里边到底被盗没有啊。但是呢，从这点呢，就说明司马迁的技术是很正确啊。还有司马迁技术的一个呢，也是历来就是原来呢也有很多人怀疑的，就是他说呢这个古代的神医扁鹊吧，还是哪个神医啊，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人的这个经过啊，这个以前也是，是不是好像也不一定是扁鹊啊，他是反正说一个神医，他有这种能力，这个原来呢也是一直被怀疑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前些年呢，咱们中国呢也出现了很多这个所谓特异功能的这个现象啊，当然有些学者表示对这个很反感，很怀疑，很反对啊，但是从就据我的考察哈，从国内的古代的很多的大量的技术和国外的，咱们也听说过，比如说前苏联，比如美国啊，都有这种特异功能人的存在啊，所以这种特异功能恐怕还是存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啊，当然有些是骗人，比如说耳朵听见啊，可能是有骗人的，是吧？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有骗子啊，不能说有卖假药的就说西医整个都是骗人的啊，这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啊。对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取一种存疑的态度吧，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啊。它有确实有大量的很多是骗人的，但是有些恐怕也不是骗人的啊，有些是因为这个宇宙实在是太神秘了，太奥妙了啊，宇宙的道理咱们人类了解的还太少啊。这个问题呢，我有时候我也在琢磨啊，就说咱们人类呢，总觉得自己好像特别行了啊，对这个宇宙都掌握了，都了解了很多了，都能够控制了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人类现在的这个对宇宙的认识水平和宇宙本身的真相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就是宇宙的真相，咱们能够认识到的和宇宙本来的面貌啊，可能差得太远啊！这个也是慢慢我也是从这个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逐渐的感到这个，因为古人呢，他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啊，他不是说这个看或者怎么样，他是领悟到一些啊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宇宙的真相啊，这些东西呢恐怕也是咱们今后啊科学逐渐发展才能够把这些奥秘揭开啊。当然我说这些呢也不是在为那些就是说别有用心的，有些人他就是利用这个来骗人，那些人当然是应该给抓起来啊，就地正法，哼，那才是最好啊。但是对于这个作为一种未知现象来说，我觉得那还就是这个所采取一种缺疑的态度啊，就是存疑
啊，就是说应该继续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史记》呢，就是说从上面两个例子来说呢，它就是说《史记》里边很多被怀疑的东西呢，有些呢又被证实了啊，就是说《史记》这个司马迁他的记述的态度呢还是非常的严谨。我觉得咱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呀，如果你真正想学古汉语的话，那么如果你想读一些课外读物，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史记》的这个列传，从他这个《史记》的列传和一些本纪啊，包括一些本纪开始读。史记又被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啊，这个确实是史记是完全无愧于这两句这个称赞啊，他确实从无论从史学著作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著作的角度来看史记，那都是非常精彩啊。所以咱们大家要想学古汉语的话，就可以从史记的列传开始看啊，非常生动。你在这个学习了解历史的同时啊，又可以受到它的文化的熏染啊，确实是可以读史记可以一举多得啊。关于史记还有好多话，咱们这个先说这些啊。史记呢，它这个从史学思想来说呢，它也是非常先进的。这个司马迁提出了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说他的这个写这个史记的宗旨。什么叫究天人之际啊？这个究呢可以说是考察吧，天人之际就是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人和宇宙的关系啊，就是他已经做了很多思考啊，他在考察这个问题啊。通古今之变啊，就是贯通古今社会的变化啊，就是因为他写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近三千年的史诗，他是用一种贯通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近三千年的史诗啊。成一家之言啊，就是他就这成一家之言，就是他在史记中呢实际上是欲论断于叙事，就是说他在叙事的同时，实际上呢也带着他自己的对这些史事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都是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呢可能和当时的许多看法是不一样的啊，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呢着力表现人的社会活动啊，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提出公开的质疑。他注重历史进化和时事地善发展，肯定国家的政治统一和社会变革，不以成败论英雄啊。你比如说这个陈胜吴广啊，陈胜呢他陈胜吴广起义咱们都知道啊，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了啊，那么咱们现在是有一句俗话叫成者王侯，败者贼呀啊。对于失败者，史书很少有正面的记述，但是呢司马迁专门为陈涉立世家啊，所以他这个也都表现出他独到的这个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啊。而且留意于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君主任贤使能，重德兼听，抨击苛法败政，爱憎分明，善礼乐而重经济啊，倡富利而修贫贱，主张在农本基础上自由发展工商业，反对与民争利啊，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广阔的文化史观和进步的史学思想。他在学术方面呢又是兼收并蓄，就是说不是局限于某一种这个学派啊。你比如他崇尚黄老之学，而这个不主于一家啊，他遵从黄老之学，但是呢他里边呢又兼容并蓄，包含了其他啊各个学派的这个精华。在体裁和体力上更是创立了这个祭表志传的大规模啊，
现在有的学者呢就认为呢，他的这个《祭表之传》呢，这种史书体裁，他所建立的、他所发明的这种史书体裁，是曲折的，反映出了汉代社会结构，实际上呢，也是由于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呢发展到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社会结构整个社会结构呢也比较复杂了，这样用以前的单一的编年体，这很难全面的来反映出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司马迁呢才创立了这个《祭表之传》这种史书体裁，这样呢就使这个史书的这个体裁呢它非常丰富，能够从各个层面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面貌，所以这个司马迁在这个史书体裁方面的这个创立啊，确实是也是可以说是为中国的史学啊建立了这个丰功伟业，这个他司马迁的《史记》最明显的就是说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在《史记》之后史书大量涌现，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四分法，就现在这个就后世的四分法《经史子集》但是早先是《经子史集》，子部是排在史部之前的，史部书很少人们对史部书不感兴趣，觉得这史书不值得关注就是好像兴趣不大，但是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我发现有史书能够写得这么好能够反映出这么丰富的内容，于是激发了很多学者对史书的兴趣使许多学者开始动笔写史书，这样刺激了中国史书在《史记》之后迅猛发展，甚至呢就是超过了这个子部书，这样在这个中国书籍的四大部类里边从这个排到第三，就是《经子史集》从第三位，由于史书的大发展而提到了第二位，就变成了《经史子集》而这个变化如果咱们仔细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由《史记》这部书引起所以《史记》在中国的这个史学史上的那它的影响是确实是极为深远，它的这个《祭表之传》这个规模呢后来就成为中国正史的这个体例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二十四史或者说有扩展到清史的时候呢说是二十六史这二十四史或者二十六史都是咱们现在所说的正史而这二十六史都是按照司马迁的史书体裁，就是《祭表之传》这种体裁，所以可见他这个《史记》的影响之深远。他在这个《古史记载》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呢，就是他范围呢，他所记载的这个本来呢，他《史记》呢应该记的是，就是说咱们写的是中国历史但实际上他记载的一些呢。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国就是汉代西汉时期的那个版图他记了很多域外的事情所以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呢他还有这个具有一定世界史的这个性质当然他不可能包括更远的地方他就是说中国周边的那些国家他记了很多就说已经超出了西汉版图的这个历来呢对史记注释呢也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所谓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呢就是南朝宋南朝是宋齐梁陈南朝的宋朝有一个叫裴英的集解史记集解唐代司马真的索引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呢合称为史记三家注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就中华书局处的这个史记里边就包含了这个史记三家注
咱们要学的呢是秦始皇本纪，纪传体史书的这个本纪呢是编年，是按编年体例记述古代帝王生平和当时国家大事的这么一种体裁它就叫本纪这个秦始皇本纪呢在史记里边呢是排第六卷秦始皇本纪呢它详细记述了秦始皇一生的事迹，反映出秦统一全国和秦王朝建立的这个大致的过程。下边呢又接述了接着叙述了秦二世的事迹，一直到这个秦朝灭亡。咱们的课本里边呢这个只是节选了秦始皇本纪里边有关秦始皇身世和反映秦朝初年兼并天下秦代初年兼并天下之后的集权制度和焚书坑儒等重大事件的这个几个段落秦始皇本纪因为它原文比较长，下面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段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娶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郑，姓赵氏。年13岁，庄襄王死，郑代理为秦王。当世之时，秦帝已并巴蜀汉中，越渊有郢，至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州，至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10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乙、王毅、彪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继位为国事大臣。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儿。